世界的建筑纹理，从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洛可可，到当代的新古典、后现代等形式，都是在建筑外观上与当代社会相互呼应。但不论建筑的形式、风格如何改变，建筑的三大要素——阳光、空气、水，永恒不变。阳光与空气可透过采光与格局的规划达到舒适的境界，而水的部分则需要在建筑之初就必须先规划好，预埋在建筑中，才能让未来的百年建筑能有优质的管路体质。本公司成立于1978年，代理销售日本 Benken 不锈钢制双压轴接头，至今超过30年。 Benken 双压轴接头品质优良，规格齐全，库存丰富，各种配管需求可随时提供，一直是当代高层建筑主要的配管材料。公司跨足国际之际，在2008年与30余年企业伙伴日本 Benken 株式会社于台湾3亿工业区内共同成立 Bennex 美奈不锈钢公司，位居3亿、占地8200平方米的不锈钢厂区，于2010年通过 ISO 9001国际认证，同年也通过台湾经济部 CNS 政治标记产品认证，并在隔年通过日本工业规格产品品质 JIS 的国际认证，更拥有 JIS 认证品管师驻场工作，成为台湾少数拥有 JIS 国际品质认证的生产业者。本公司的经营宗旨在于透过内控与内机系统生产符合日本高规格的品质产品，更为了兼顾信誉与迎合市场需求，我们以品管来控管生产成本，提高 CP 值，将利润回归给客户，以销售日本的品质，用台湾市场价格来供应客户，期许当代建筑对于水的管路品质都能拥有最优质的规划。 Benken 双压轴接头施工简单，利用油压工具压接成型，不需特殊技工，即能施作，且不需动火烧焊，施工成本低，安全性高。 Benken 双压轴接头以不锈钢管制成，与管线同材质，不会腐蚀，内部特殊止水橡胶封环，使用寿命超过80年。 Benken 双压轴接头是目前室内给水配管最佳选择。至于将自来水放送到屋顶的大口径扬水管，以及医院、商场、办公大楼等大口径给水管，则需要使用 Benken SG 沟槽式接头。 Benken SG 沟槽式接头与双压接同样不需特殊技工，即能施工，且不需动火烧焊，不会破坏不锈钢材质，施工成本低，安全性高。 Benken SG 沟槽式接头具有可饶性，适合位处地震带的高楼建筑配管。接头内部止水密封橡胶具有耐高温、抗高水压功能，水压越高，止水能力越强。 Benken SG 沟槽式接头容易拆装的特性，使得施工或变更配管更容易。 Benken 双压接接头及 SG 沟槽式接头材料回收几乎100%，可再利用，是极佳的环保建材。 PPP 水锤吸收器也是本公司代理经销超过25年的产品，这项产品获得美国多样认证，并通过 ANSI、ASSE、PDI 之测试标准，产品符合美国 FDA 要求，适宜于饮用水系统。本产品是利用活塞将水隔离，活塞上部预灌入符合美国 PDI 标准的高压氮气，小口径，适合高楼建筑给水管线配置，防止水龙头关闭时发出水锤撞击声音。大口径配置于泵浦扬水管线上，吸收泵浦停机时逆流水及脉冲波。 PPP 水锤吸收器有不锈钢跟铜两种材质，但规格形式相同，并且同样都取得性能认证。本公司所有产品制程方面，从素材选择开始就采用获得 JIS 等国际认证的国内知名不锈钢制造厂商作为原料来源，
本公司产品分为管类与阀类两大类，管类制作过程完全依照日本 JIS 标准制作，由原料的不锈钢板开始，以滚轮将平板钢板卷成管状，自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到第四级一气呵成，再通过高品质的亚焊熔接，将接缝熔接后予以精细研磨，接下来再经过1100度C 中周波固熔热处理后，再瞬间冷却角质，通过涡流烫伤器采立即线上非破坏检验方式检验，防止焊接瑕疵不锈钢管流出，检查完毕后再依照日本市场销售之4公尺规格给予切断，完成第一阶段制管作业。不锈钢管经过切断后，再经过酸洗做表面处理，以高压清水冲洗后晾干，就成为洁白不锈钢管。为确保产品完美无瑕疵，我们再将管子经过气密测试，将高压空气注入管内，观察是否有破洞冒气泡，测试及格完成后，再经全圆周涡流烫伤检测确认无瑕疵后，再打印产品厂牌规格标志完成成品。不锈钢管制作均经过2道涡流烫伤及1次气密测试，确保出厂不锈钢的完美品质，才进入包装出货阶段。除了上述螺管，我们也生产批复保温管供室内配管使用。美耐批复保温管标准形式有4毫米、6毫米、10毫米、12.5毫米、15毫米以及25毫米等不同批复厚度之规格，符合 JIS A9501 保温保冷施工标准之热传导率低于0.065 WMK 标准制作。美耐批复保温管是由先前生产之不锈钢管与外侧包覆 PE 无毒环保材料制成。美耐批复保温管是专为小口径室内配管所设计，兼具经济、节能、保温等功能的环保配管，又有施工容易、素材不吸水、配管完成不需再做其他包覆加工等优点。美耐批复管是目前市面上发泡率最好的产品，比他牌更节省能源。由于发泡率高，施工时管端剥皮容易，节约工时。同时，我们也独家提供配套之令箭用保温批复令箭，具有同等保温功能。这种批复保温管除了基本保温用途外，更具有防结露及隔音之功能，可减少水流震动噪音。此外，为因应各国现代建筑采用防火材料之趋势，本公司研发低烟无毒之环保材料来制作发泡层及表皮层，全部符合 UL94V0 之准则的发泡保温管，除节能舒适外，更顾及建筑安全。本公司夹阀之制造是依照日本阀协会标准制作所生产的品牌 YHBNX 是提供国内销售， BK 则是提供给日本 Benken 销售之品牌，但两者设计完全相同，令箭可以互换使用。在夹阀的夹门设计上，依照日本最新标准采5度加工制作，以减少夹门开启之摩擦，减轻扭力，降低漏水，可延长使用寿命，进而降低使用成本。我们的减压阀是压力平衡式减压阀，其设定压力就是出口压力。因内部有压力平衡设计，所以一次测水压变化不会影响二次测水压力。特殊设计的流道及弹簧，压力稳定，流量大，只减压力不减流量。压力平衡式减压阀为全不锈钢制减压阀，专为高楼建筑给水设计，符合自来水法规，使用于超高楼层建筑需要多段式减压时，设定水压可低至每平方公分1公斤，无负压无噪音。其他制品尚有定水位阀、持压阀、子阀控制式减压阀、叠阀等建筑用不锈钢制阀类。
而本公司所有的 Java 产品在组装前均会以超音波热水加以洗净，这也是属于品管的一环。所有需要加工的阀类部品，在加工后的残留油渍，在组装前均会以超音波热水加以洗净，方可达到品管的要求。本公司生产所有产品，在进料生产时依照标准实施测试品管后，才可进入包装程序。一贯化作业流程，让产品品质为公司信誉说话。本公司品管部门每天从生产的原料开始，层层为产品严格把关。金属成分分析仪利用放射线瞬间分析金属成分，在原料进场后先做第一关的品质确认。万能测试机采全自动油压控制，可测试金属材料之抗拉力、钢管性能之压扁试验及不锈钢接头之弯曲试验等，并将测试数据同步于电脑连线，自动记录各项检验数值。金相检验切割机、压铸机与研磨机可将金属制品切割、压铸、研磨，再将需要检验之金属成品取样制作成显微镜容易观察之样本。金相检验电子显微镜，此显微镜具有50-500倍放大倍数，可与电脑连线于荧幕观察并记录，用来检验金属表面之金相结构，用以判断不锈钢热处理状态，及早发现可能之不良品。弱势硬度计用来检测金属之硬度，用以判别进料不锈钢之性状。在成品检测方面，有阀流量试验机，是依照 JIS 标准做流量系数值测试。减压阀水压试验机，依照 JIS 标准测试阀体耐压及设定二次测水压用，合格产品才可出厂。减压阀组气密试验机以每平方公分6公斤高压空气打入减压阀组，检验各接头是否完全气密，检验合格产品才可出厂。大阀水压试验机依据 CNS 阀水压试验标准测试，可测试口径65-150公里。大阀及管件水压试验机依据 CNS 或 JIS 阀水压试验标准测试，可为口径150-300公里。阀气密试验机利用每平方公分6公斤高压空气做气密试验，所有生产阀件100%完全检测。SG 滚钩式不锈钢管件利用每平方公分6公斤高压空气做气密试验，所有生产 SG 滚钩式不锈钢管件100%完全检测。控制阀性能试验机，本公司子母式控制阀产品规格从1/2寸到8寸尺寸齐全，并根据子阀组装变化，其控制阀形式有持压阀、减压阀、定水位阀、电磁阀、泄压阀等相关产品，且产品出厂设定可完全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调整设定。产品组装完成后，利用控制阀性能试验机测试，100%完全检测，以确保产品的品质与性能。发泡批复保温管屋外日晒雨淋耐久测试，为检测发泡批复保温管在各种天候下的耐用性，我们在厂房外侧配置约100公尺的发泡批复保温管做风雨试验。这些管线内有常温水，也有热水，管线由屋檐下延伸到屋外，部分接受日晒雨淋，以测试批复管在各种天候下之耐用情况。为检验我们制造的大口径控制阀、定水位阀、持压阀、减压阀的动作性能，我们设置了2个水容量12吨的蓄水池及 SG 滚钩配管
等相关设备，可以实际测试各种控制阀的性能。本公司所销售之产品100%全部经过以上测试设备之检测，符合台湾 CNS 以及日本 JIS、JV 或 SAS 相关标准，以确保产品品质。本公司产品销售各地，使用于各种高规格之建筑。以台湾为例，从台北信义商圈，曾获世界最高摩天大楼的台北101大楼，跨国连锁时尚饭店 W Hotel， 到统一阪急百货、板桥大圆百、台北万豪酒店、台北美福大饭店、台中大圆百、台中令酒店，到高雄的统一梦时代、高雄巨蛋等大型百货商场。在办公大楼部分，有华南银行总行世贸大楼、中钢企业总部、合作金库商业银行总行大楼等商用建筑。至于公部门的海基会、大型医疗院所的淡水马街医院、台中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以及国际级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国家美术馆典藏库，还有台中国家歌剧院、屏东演艺厅等公共建筑，甚至多家全国性股票上市建商为曾丰首富所典藏的豪宅，如文华苑、宏盛地堡、元大艺品院、文心 AIT、 国际级建筑师贝聿铭之作南国天境360、元力信义联勤、中越地堡，到台中的宝辉秋红谷、游具大恒、富邦天空树、九堂香坡、台南富力云非凡、高雄百利海洋地堡、连上草云、太浦彩虹等知名豪宅，皆采用本公司所制造之各类产品。易华公司为了让终端使用者拥有更优质的用水环境，将会以更卓越的技术来为地球、为环保、为绿建筑、为所有未来的百年建筑见证而努力。